哇！哇！哎哎，你看，哇！哼！靳东，靳东，看那胭脂好不好看？嗯，好看。哇，好香啊！你说这么好看的胭脂，我买一盒送给谁啊？你爱送给谁就送给谁，问我干嘛？好吧，那我就准备把它买了送给我大哥好了。你看我大哥跟三娘情投意合的，笨呐，不懂得表白，我正好买给他当个信物，多好。你干嘛撅着个嘴生气了，靳东？哎呀，老板，哎，这靳东，这怎么了？不好。什么不好？我刚才买胭脂，我少买了一盒。你不说要给你大嫂的吗？还要送给谁呀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没有送。你看我干嘛？我脸上又没有胭脂。我要再买一盒，送给老三呢，那个臭小子。你说他以后找了婆娘，你这个包青天，你滚回去买吧。包青天也送人胭脂吗？啊，光想着别人不想着自己，你这个人真的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。哎呀呀呀呀，好了好了，刚逗你玩的啊，回去我再给你买一盒。去，我才不稀罕。哟，来劲儿了。我就不信啊，我沈公子在买盒胭脂没有姑娘要。干什么你？哎哎！定国，站住！这帮盗贼，把人都给我放了！呀，这个女人还不错啊，去，
把他给我抓过来。是。哎，你这个混蛋，说什么呢？连我沈家的人你都敢调戏，活腻歪了是吧你？小子，你说话嘴巴放干净些。不知道我们是张定国张将军的人吗？张定国，张定国，你在我们大宋的地界撒野，你是不是想活了你？沈家公子，哼，像。娃娃，回家吧。娃娃。张将军没事吧？我带着人先走，你们四个挡住他。是。哼，想跑？兄弟们，快撤啊！撤啊！哎哎，小青，跟他们较什么劲啊？张定国这狗贼的狗命，早晚是我们的，啊！张定国，盗破珍宝，叛宋降金，本应该夹着尾巴才是。可是他却屡屡犯我边境，杀我边民，掠我粮草，真是十恶不赦。小副将，属下在。你身为边关重镇的将领，张定国犯我边境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属下略有耳闻。什么？都杀到你头上了，你才是略有耳闻，我留你何用啊？将军息怒。将军，剑下留人呢。石将军，萧副将鞍前马后，随您征战沙场多年，立下赫赫战功，请且饶他一命。请您给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吧。将军在上，属下失职，罪该万死，请赐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定在三日之内将那张贼除掉，如若不然，就让我的部下提着我的脑袋来见您。好，军令如山，三日之内除掉张贼，去吧。是。那后来呢？哎，那贼人身边有几个高手，还是让他们给跑了。他的命早晚还给我。要是我在，几个轰天雷把他们全炸上天。哎，哥，你在军中听说过此人吗？嗯。此人武艺高强，喜欢读书，可谓是大宋难得的文武兼备之良将。可惜啊，不走正道，三年前因强迫民女，险些被岳元帅斩首，后被张太尉出面保全了他的狗命。那他怎么又投靠了金国了呢？一年前，他作为朝廷命官，被派到石将军阵前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险些被石将军砍了脑袋，后来被人保住了性命。不曾想到，他居然投靠金国，认贼作父，为虎作伥。对了，我听说也是张太尉保的他。张太尉，又是这贼人。什么？石仲武让你去杀张定国？衙内，我知道你和张定国暗中有交集。那也是生意上的来往。啊，对对，这些年。多亏了衙内和太尉暗中周旋，我才有了今日副将官位，
俗话说，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，所以，我才来与衙内商讨。有何商讨？敷衍了事不就罢了？哎，阁下有所不知啊。一年前，张定国奉朝廷之命，来阵前搜集石仲武的黑材料未果。石将军对他早已恨之入骨，再加上他走了以后，石将军发现他视为珍宝的《清明上河图》被他所盗，对他更是仇恨有加。《清明上河图》，那可是石将军从藩将手中得来的珍宝，为何不早说？我也是刚刚得知。衙内，可有何高招，让我躲过此劫？你是节度使副将，你有权命令赏金猎人从命。好，我这就去给他们下令牌。不急，还是天亮之后再去吧。遵命，告辞。我怎么就没想到这清明上河图在石仲武手中，更没想到这张定国这贼人给太尉留下这么一手。叛贼果然不可靠。衙内，此图可是寻找太尉谋求霸业证据的四件宝物之一，也是沈家兄弟日思夜想要得到的东西。我看张定国可杀不可留，你这就派人夜渡淮河，告诉张定国沈家兄弟要刺杀于他，然后你再跟着沈家兄弟一块去颍州，待他杀掉沈家兄弟之后，你马上砍掉他的脑袋，夺回宝图。切记，宝图比命值钱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张定国陷害将军魏国，盗走珍宝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叛宋投金后，屡犯我大宋边境，杀我军民，抢我粮草，辱我民女，此乃十恶不赦。节度使副将令，沈家兄弟即刻赶往颍州军营，三日之内刺杀此贼，夺回宝物，不得有误。据令怠慢者，斩！哎，萧副将，我先且不说淮河对岸戒备森严，恐怕颍州没那么好进吧？三天时间，怎么可能啊？真是的，大哥，他们这明明就是为难我们。沈家兄弟接令。沈郎，回来之后，提着叛贼首级，凭令牌领赏。大哥，这石将军阵前猛将数百，为什么非得派咱们去啊？恐怕呀，咱们连这老贼都没见着，就命丧黄泉了。清明上河图，乃附近隐藏张太尉罪证的四大宝物之一。我等若不去，此图定将落入贼人之手。沈家冤屈何时能伸？沈家兄弟。萧副将令我随各位前去颍州斩杀叛贼。你是说沈家兄弟要来颍州谋害我？大人，衙内担心您的安全，特派我前来禀报，望大人多加防卫啊。嗯，回去告诉衙内，就说我张定国就在颍州等候，让沈家兄弟放马过来。是。快进。
急，快点。嗯。大人，这些都是我们从民间抓来的民女，您看。很好，换上衣衫都很俊秀嘛。那大人您喜欢哪一个？大人我没这嗜好。把他们安顿好了，弄一些吃的下去吧。靖农，三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为什么不能来？哎呀，这男人的事儿啊，女人就别掺和了啊！快回去吧。为国除奸，女人能顶半边天。哎呀，你就别来添乱了。这怎么能是添乱呢？大哥，既然我们都已经来了，你再让我们回去，恐怕不太好吧？陈姑娘，我们此去凶多吉少，带着他，唯恐不便。哎，沈晨，瞧不起我是吧？趁你们收拾行囊之际，我和靖农姑娘饭都没吃一口，仓促而来，在此等候，知道为什么吗？还不是为了和你们一起赴汤蹈火，为国尽忠吗？不行，你马上回去。我就不，除非你杀了我。呵，哥，让他去吧，大不了把他留在边陲小镇。啊，二弟，他连马都不会骑，怎么去啊？哎，这样不就行了吗？沈副将，咱们去颍州是办大事的，带二位姑娘同行，恐怕不妥吧？庆大人，你觉得这两个女人，我能管得了哪个？行了，别废话了，快走吧。上路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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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靖大人，沈副将，你们辛苦了，东西已经准备好了，各位车马劳顿，先坐下喝点茶，休息休息。好，赶紧去安排一下吧。是。过了淮河便是金国境内，我们不宜太过张扬，把马留在驿站里，步行过河吧。这都是大宋国土，什么金国境内啊？凭什么步行过河？说得好啊，不过这国土要等沈公子收复了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也是我想说的，就某些人吧，就别从中作梗啊，坏了大事啊。我发现你小子最近话越来越多了，钱大人别给他一般见识，我们正事要紧，里面请。哎，走啊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走啊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快点！哟，走。哟，小妞，挺漂亮的嘛。官爷，你干嘛？你干什么？你拉我干嘛？你忘了咱们干什么来了？官爷看上你是你的福气。这帮金国狗贼，欺负我们大宋的百姓，还侮辱我们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。嗯，好好好，别冲动啊。我就是看不惯金国贼人的所作所为，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啊！走，快点，走吧，走吧，吃饭了。大哥，三弟，三娘，哎，二哥回来了。哟，靖农姐，靖大人，奔波了一天，饿坏了吧？三娘，我们不饿。不饿，是没有胃口吧？这些饭菜是我专门叮嘱后厨做的，虽然不如我的手艺，但是咱们毕竟出门在外，多有不便嘛。等回去以后啊，我给你们露一手我宋三娘的拿手绝活。拿手绝活？什么拿手绝活？对呀，你不知道吧？就是我宋三娘远近闻名的西施豆腐。钱大人，刚才我让二弟打探了一下，这颍州城是戒备森严，所以我们想进城
个人意见，兵分两路。嗯，天色已晚，我们先找个地方歇息一夜，明日依你直接行事。多谢大人配合。硬闯不行，还得想办法混进去。二弟啊，你明日装扮一下，先进城摸摸情况。好。那庆忌？哎呀，庆忌啊就别提了，这人啊不坏事就行了。这人满脑子坏水，一心想着怎么把咱们的宝物拿走。那什么，一会儿你进城一定要万分小心，千万不要情绪冲动，要多加留意。好。走啊，来我看看。走啊，快点。哎，站住，为什么不排队？原来是大人，小人不知，请大人恕罪。请。啊，我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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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，快走，走，站住。啊，过来吧。哎，等等，你哈，果然来了，比兔子还快。昨夜刚得到衙内密报，今日就来了。沈家三兄弟绝非等闲之辈，你都准备好了吗？里里外外都准备好了，只要沈家兄弟敢进这个院子，我保证他们插翅难飞。哼，得意忘形会误了大事，缩头乌龟也有被人砍头的时候。你什么意思？难道让我出去逍遥沿他们上钩不成？张将军，那张清明上河图你可要收藏好喽。嗯，你怎么知道我有那张图？张定国，你瞒得了衙内，还瞒得了太尉？说吧，图在哪儿？哎，天知道。我再问你一句，图在哪儿？你想要那张图？来人！张将军，我只是奉太尉之命行事，请不要为难我。张将军向来做事谨慎，不过还是小心为好。告辞。不送。张太尉想拿我的图，又要杀人灭口，哼，做梦！督军府禀报。这里不许停留，快走。Bye.
如你所述，张定国住处有重兵把守，外面还有巡逻兵卒，不宜接近啊。这样，哥，我想办法混进张府，你们几个在外头接应我，抓着张定国还怕找不到清明上河图吗？可是人可以进去，那兵器呢？藏在柴火中吗？他们只搜人，不会留意柴火。难道张定国知道我们前来刺杀于他？哥，今天我从张府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戴斗笠的人，不像一般人啊，会不会是庆忌？谁？沈副将，城里情形如何？站住！把东西放下。官爷，我们卖柴不容易啊！少废话！检查，再不放下，带你进牢房，把他放那边去。好的，好的。来一个，好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快点。站住！快点快点，站住！里面什么东西？柴，白米。非张定国这个老狗改变主意了。这奇了怪了，早上进城都没查这么严，怎么吃了顿午饭就不让进了？这恰好验证了我的判断。什么意思？大哥的意思是有人从中作梗，莫非是庆忌？他这个人最擅长借刀杀人。如果真像靖农所说的话，哥，那咱们得想个办法摆脱庆忌啊。哎，庆忌我自有办法对付，只是限期就快到了，我们得赶紧想个法子进城才是。哎，大哥，我有个办法，杀他们个措手不及。哎，你有什么办法？鹰能展翅飞翔，我们也可以啊。哎。这大白天的，做梦呢你！三弟，你这葫芦里又卖什么药呢？你们随我来。城门口为何加紧了盘查呀？张定国很显然害怕了，才找督军求助，所以他们才加紧了盘查。嗯，一点小意思，请笑纳。至于这等小事儿嘛。就不要去惊动都督大人了。刚才我说的，你都记下了？请大人放心，我会安排城门的兄弟们放他们进来的。嗯，你只管故意放他们进城便了，其余的事嘛，就交给我了。
告辞。嗯，好，大人慢走。你们看，北边是颍州城，南边是大山，烟随风往南而飞。大哥，你还记得小时候带我和二哥一起放风筝吗？这放风筝跟进城两码事儿。哼，臭小子，我懂了。我不热，你看你。二哥，你能不能专心点儿？擦来擦去，也绑紧点好不好？待会儿被我掉下去了。哎，俊能姐，我帮你擦。臭小子，造反呢你？边儿去。大哥，你热不热？我帮你擦汗呢。臭小子。三弟，一会儿上去了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注意安全啊！大哥、二哥，咱们准备起飞。来。三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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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子，三弟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哎呀，看来你这法子不行了，我们得想其他办法。走吧，回去疗伤去。啊，来。他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沈副将，刚才中午你们进城受阻，我已经看见了。我已买通看守城门的守将，咱们还是进一步说话。哎呦，要啊！看看茯苓盖儿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进城，不过有一个条件，你不能去。怎么，信不过我？你来的目的不就是想拿到清明上河图吗？事成之后，宝图归你。走了。等一下，好。进去吧。叛贼宅院连自己人都要查，咱们从墙上走吧。嗯。老三，到底行不行啊？看你折腾大半天了。绝对没问题，我刚刚看了看。前面陷得有点重，我在后面加了沙包，所以啊，一定没问题。哎，一会儿当心点啊，小心啊！好，我一定可以的。三弟，小心啊！呀，飞了！三弟。
干什么的？此人定是叛贼张定国，华城会我都认识。下手吧。哎，先拿土再杀人不迟。再看看。集合！弓箭手，守住南门。是是。你们几个守住北门。是。给我把院子看紧喽。听见没有？是。哼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三弟啊！这个臭小子。沈家兄弟来了，还有一个从天上飞走了。终于把你们盼来了。你们来了，我也就踏实了。我们当然要来了，因为你欠了属于我们大宋的东西。张定国，你身为大宋子民，却要和整个国家作对，你扛得住吗？你们大宋，那我是哪里人呢？爷爷为大宋出生入死，打江山的时候还没你们呢。叛国贼！识相呢，把图交出来，二爷我给你个台阶下，饶你条狗命。总算有点情义，我带我的兄弟谢了，那就给你们个机会。今天赢了我，也就放了你们。大人，杀鸡何用宰牛刀？让我来。嗯，
二弟，有点意思啊。宋兵宋将飞进城里，大闹城池，成何体统？你们这帮废物，给我把颍州城守好！是。报，禀报都督，张将军请求弓箭手增援。是。明日此时的期限可就到了，你如何打算？还能怎样？杀不了叛贼，自然是格杀勿论。我是说宝图，你打算如何向石将军交代啊？
人死徒亡，就算是石将军，他又能奈何于我？如果沈家兄弟失败，我亲自出马夺回宝图，送到你的手里，如何？好，舅舅果然没看错人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干。准备就绪了，死守城池，绝不能让宋兵进入颍州半步。是，斩城戒严，关城门。今日子时就到了时限，经我们这番折腾，老贼必然会严加防范，到那时想进去就难上加难了。哥，别担心了，办法总会有的。恕洒家斗胆问一句，二位兄弟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？老伯是宋人吧？当然是宋人。原来这个地方都是大宋的天下，我已经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。我们宋朝的大好河山，就这么被金人占领了。哎，看两位兄弟的言谈举止、穿着打扮，不像是一般人吧？哼，实不相瞒，我们兄弟二人都是大宋的子民。以前率兵攻打金军的沈缺将军是我们的父亲。原来二位是沈将军的公子，恕小老儿眼拙，失敬。老伯言重了，失敬，言重了。既然我们都是大宋的子民，老伯不妨坐下小酌几杯如何？那小老儿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小二，上壶好酒。哎，来了。这回踏实了吧？我看你还飞不飞了？瞎逞强，最后受苦的还不是你自己？哎呦，哎呀，金能姐，我是谁？我是沈家三公子，我怕谁？我告诉你，要是再有北风，我还飞，我一定要飞到张定国家，把那个老贼给炸死。哎，三弟，你可别胡来啊！你大哥二哥可说了，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在家里待着，你就是不给我们添麻烦了，所以你哪儿都不能去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也得吃饭吧？哎，他们兄弟俩呢？哎呀，还不是有某位少爷自作聪明，擅自行动，导致计划失败。他们出去喝闷酒了。来，干！啊，好酒！两位兄弟到这里来，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呢？老伯真是明眼之人呐，那我们兄弟二人就不敢相瞒了。张定国叛宋投金，屡屡骚扰百姓，我们兄弟二人前来，要将此人铲除。不料出师不利，惊动了那老贼。这个贼人无恶不作，当真该杀。老伯久居此地，对周边比较了解，可否想个法子助我兄弟二人进城？这进城的法子嘛，倒不是没有，只是老伯有何顾虑，尽管说出来，只要我们兄弟能做到的，绝对不推辞。老伯，你放心，我跟大哥绝对不白白受你恩惠，一定郑重感谢。我倒不是要你们二位的谢意，只是你们都是忠良之后，如果你们进去白白送死，那我岂不是大宋的罪人了？这颍州，即便是龙潭虎穴，我们也得闯一闯。这，老伯，如何才能信任我们？那好吧。
上面人叫撤。禀报上峰，我张定国死守颍州，绝不后退半步。宋国的领土绝不能落入金人的手中。身为将军，宁可战死沙场，也不当逃兵，否则愧对朝廷，愧对信任我们的平民百姓。将军，张太尉说了，如果我们执意不肯，格杀勿论。死守城门。是。老伯所说的城墙北侧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哥，我先过去查查。二弟，嗯，啊，哇，他们找到了。三娘、三弟，你们在这儿注意周围和城墙上的金兵。如果有发现，马上放炮。好。你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用吗？这不就是扔出去吗？哎，这个里面有鳞片，用火折子把它点着，扔出去。哦。但是切记，点着以后赶紧扔出去，扔出去就跑啊。哦。来，给你。哎，那你教我这个干嘛呀？哎，你在这等我吧。哎，臭小子，你回来。大家往前走。好。走，巡查城墙。哎，二哥，怎么样？这出口啊，根本不是什么柴房马圈，分明就是精兵都督府。上面有几个人？怎么着？你的意思还想杀出去啊？这可是都督府。哎，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出口啊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咱们一路从那边过来，你看到还有别的道了吗？只好等屋里没人再说。你盗我清明上河图的主意已定，这可是太尉的指令。去他娘的太尉！爷现在是金国将领，你急了，爷就把他私通卖国的罪证张扬天下。如此说来，你是死心塌地不交徒喽？来人，在，把他送到后院，严加看管。哼哼，正合我意。走吧。报，禀报将军，都督大人说，为防止宋兵从天而降，把弓箭手都调到城楼上面防备去了。知道了，退下。是。哼，
小贺，怎么了？杀了吧，二弟，把他们衣服换了。啊，哎哎哎，你们两个过来过来过来。官爷，给我们来间上房。哦，你们，哈，我们是使这个的。哎，好嘞，官爷，这边请。张定国对朝廷一向是忠心耿耿，可换来的是什么呢？是奸人的陷害，石将军的一路追杀。我一个小小的张定国抵抗不了啊！我想活着，因为只有活着，我才能有一切。命保住了，我就成了叛国贼。定国兄，萧副将有何指教？定国兄，你还不知道吧？石将军已经知道你暗中调查他，克扣军饷，私吞军粮，还有你强抢民女的事情，他对你是恨之入骨，已经上报朝廷，准备处置你。我调查他克扣军饷，有错吗？强抢民女，那是奉命而为，我是为我张定国吗？定国兄，你还是赶紧离开此地吧。他们已经谋划好了置你于死地的方案，这次恐怕张太尉也保不了你了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难道堂堂的大宋就容不下一个小小的张定国吗？我想家呀，可国不要我了。家，家，我还能回得去吗？哎，二哥，大哥，怎么样？哎，张定国如惊弓之鸟，在院外布置了三道防线，根本进不去。我们得想个法子把他们引出来。嗯，
我回来的路上，我看到一座精兵的粮草营，倒是离叛贼家不远。我想要不这样吧，弟弟，你跟靖龙两个人把那粮草营给点了，叛贼那边的精兵肯定趁乱去救火，我跟大哥趁乱混进去，找到宝图之后把那老贼给杀了，怎么样？趁乱行事，不错的主意。陈姑娘，完事之后你带着三弟在都督府的假山等我们。好。不好了，粮草着火了，快救火啊，快！站住，速去禀报张将军，都督大人令他带人去救火。将军，都督大人令您带兵速去救火。外面吵得那么厉害，不会是宋兵打过来了吧？休得胡说，外面着火了。那你们还不赶快去救火？少管闲事。宋兵来了！二弟，我们先去书房。你确定这宝图藏这儿吗？叛贼酷爱读书，以读书人的心理推算，宝物肯定藏在这里。分头找。好。快快快！来了！好，来，快点滚啊！快快去追！来了，够了！不对，要离山，回府。打腿啊！
去追查盗贼。是。金总监，大哥他们不会有危险吧？我去看看。哎，在这等着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你哪儿都不要去。哎，你小心点。大哥，这是你说那地儿吗？洞口在大厅那边。假山在此，没有错呀。那他们去哪儿了？不会找我们去了吧？走。啊。院内外增派人手巡查，连只老鼠也不能放进来。一旦有什么纰漏，打你们十分。是。是。哎，金东健。哎，谁让你来了？我担心你们。快走！什么人？给我拿下！将军，刺客又回来了，将他们碎尸万段。又在跟爷爷玩调虎离山，去禀报都督，请求增援。将军，可是上次请求已经被他拒绝了，再次请求，就说盗贼防不胜防。去。是。所有人在院内严加巡防。是。都督大人，我来此地本不想惊动大人，可张定国私藏太尉的宝物，并暗中以此要挟，索要重金，请大人看在太尉与大金国的交情上，派兵随我杀了此人，夺回宝图。张定国乃完颜大将军所册封，我派兵随你杀他，传到大将军那里，恐怕我人头不保。在下明白，我自会去了结此事。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讲。到时不管张府发生什么情况，请大人不要派兵便是。准。多谢大人，告辞。传令，无论张府发生任何事情，不许派兵增援。现在情况不明，大家暂且休息一下。二弟啊，我们去书房看到的那个蒙面人，以他的身手推断，此人定是庆忌。庆忌？有可能。我昨天去张定国府上查看的时候，看到过此人。如果依你这个推断的话，那就是史衙内那个臭小子给咱们兄弟下的圈套啊。小二，哎，客官，有没有几位新兵住在你的店里啊？有有有。不过有点奇怪，新兵一般是不住我们店的。可是他们住在哪个房？我就料到，他们会有借刀杀人的鬼把戏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
他不仅仅是借刀杀人，更重要的是清明上河图。爸，金兵已放弃张定国。金人已放弃张定国，这肯定就是那庆忌老儿设的螳螂捕蝉的圈套啊！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什么？吴兵可派？都督大人说，近日宋军要来攻城，所有兵将一部分去了粮仓，一部分守城，所以吴兵可派。终于来了，你们的死期到了。把他们剁成肉酱。Thank you.
是天高地厚，还想让爷陪你们玩吗？叛贼，今日不交出宝图，我们几个死了都陪你玩。来吧。叛贼，起来，继续玩啊！终于来了，叛国贼的下场。但作为一名将军，若不能战死在沙场，岂止大辱？果然是辉煌巨作，国之宝物也。哎，大哥，你看这商船、衙役、小桥，哎，这为何有王家纸马店呢？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二弟，你看，这些人不正是要去祭扫祖先的吗？所以清明时节，当然要有纸马店了。大哥。那父亲为什么选此物作为寻找罪证的宝物之一呢？靖康之变后，此图便落入金人之手，后被我军夺回。不成想，被叛贼所盗。我想父亲的意思就是要将它夺回来。唉，他老人家拳拳报国之心，九泉之下，青天可见。哥，那这张图能找到什么线索吗？必须将四样宝物聚在一起，方能解开谜团。沈家兄弟出马，效果果然非同凡响啊！大哥，把图收好。怎么能如此对待良将呢？退下。今日早上，我看见喜鹊登门，所以定知道有好事发生。所以我特意前来接驾，以示祝贺。沈衙内，你少来这套。你带着庆忌前来，不就是想杀人夺宝吗？来呀。姑娘误会了，我派庆忌，着实是为了完成使命。你们大闹叛贼府衙，他是一清二楚。如果我为了杀人夺图的话，何必要等到今天呢？沈臣。别忘了你的承诺，把宝图给衙内吧。若不然呢？那就见血见光。好啊，奉陪到底。二弟，你看，言而无信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把宝图给他们。大哥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图们，给他们。老三，不能给。住口！大哥，
回去我定跟萧副将为你们请功，告辞。哎，沈墨，你不要这样，宝图还可以再夺回来的。我哥疯了，你也疯了吗？哎，阿弟，站住！二弟，你想过没有？如果宝图在我们手中，史衙内和张太尉会放过我吗？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杀我们吗？因为这世间还有三样宝物存在，宝图放在史衙内手中，总比放在我们手中安全。陈姑娘说的对，宝图还可以再夺回来。哥。我行了，哥懂。三娘，回去给我们做顿豆腐宴如何？啊，好说，好说。